先推出嚟俾大家试下嘅微之类，呢个微之后我哋再下一步就做蒸啦。我哋主要计划想将佢模核化，然之后果实嘅个头嗰度，我哋仲可以进行肥料嘅结构啊，嗰度进行一个优化，仲可以个头啊穗虫咧，仲可以进一步嘅增大。咩时候好似收剪啊？二十三月份收剪。另外咧就系施肥，一般就系2-3个月嘅膨大期，一定要揸紧时间去增加嗰个肥个供应，才能够确保个果嘅大细均匀，同埋嗰个品质好啲咯。